在六月二十一号，将会是2020年，一款是天文圣树，而在中心的地带来经过着假期。冬天假期，伊个将会吸引着大家来前往共享胜景。伫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是特别规划着高下观测点，主场活动伫咧牛埔啊爱情大草原，要来举办着2020阿里山夏季体验活动，嘛欢迎大家小酌来到阿里山做客。全球难得一见的天文圣树日环食，就自非洲东部开始到西太平洋为止。以台湾家己地区大好位置，跨47公里左右的环食台顶头，在按人民高达97%以上，是属难得一见。阿里山国家风景区地基规划到大观测点，伫台18线、九座部落以及西北人道沿线各观测点有一系列的活动。李家部落是金环玉兰带的百年相遇，太平分推结合太平峡谷办理日月合并印太平，随风1314观景台、林干国小以及碧湖虎碧峡嘉碧庄园联合办理200年后的约定，天使光环与草地品名。摩地欧博的观景台结合公兴峡谷办理公兴日环食、三生三世约定的森。龙顶部的观景以及石岛资讯站台办理日环食以及其他天文现象导览解说等等，拢有在地特色的体验活动，欢迎好朋友做伙前往参与。最新新闻，蔡明东家己观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